这是一个诡异的斜坡，据说在这个斜坡上面会出现反重力现象。首先我用一颗玻璃珠子测试一下，把它放在斜坡的底下，松开手，再碰一下，珠子竟然从斜坡的底下跑到上面去了。好，接下来再换一颗玻璃珠子放在斜坡的底下，它不会动，就给它推一下。看到没有，珠子从底下往上面走了。接下来我再换一颗铁珠子放在斜坡的底下，它一下子就往上走了。换一个角度也是一样的，咱们可以从各个方向都放一颗，确定珠子都是从底下往上走。这个时候会有人说，斜坡的顶上是不是有磁铁？咱们把有磁性的珠子拿掉，剩下的玻璃珠子一样是停留在斜坡的顶部。这到底是物理现象还是魔法？接下来就给大家解密一下。其实这是一个视觉欺骗的魔术，你看到的斜坡是中间高四周低，实际上这个斜坡的中间是比四周稍微低一点点的。可以看一下斜坡的中间这个位置稍微低一点点，所以说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。